其实还是会的。然后下一首歌也是我们自己的歌曲，在写一个做梦，梦中的情景，做梦都会想到女生嘛，是不是？那是只有你好不好？这是你写的歌哎，我是刚好梦到而已、哦、他每次都刚好梦到女生啊。很简单的一首，就叫做《梦中的女孩》，我们把它改成，女孩就是要快乐一点，所以我们把它有点轻快的歌曲。来，你们可以跟着节奏倒过这首。等一下，怎么都有人弹错？弹错，有动。哦，有人弹错，自己写的歌还弹错。排场重要，重来一次。哦，我刚不是预演，你们可以跟着节奏去拍手或是扭动啊，这样我比较不会紧张。可以了吗？不能再错了，要扣钱了。好，那个剪接的影片，你把那个刚刚前面那段剪掉、哦。Come on, here we go。第三间 Q 字吧，喝两杯 Takira， 带着微醺的美妙。Yeah， 这里的那女孩拉我手一起狂欢，我一时致命的蕾丝。那长发的余香遗留在空气中，是男人一定疯掉。就让我去飘，是不是在做梦？他拉住我的手，在身上不停游走，是男人一定爆掉，是做梦，是不是该清醒？所以你们现在开始热起来了，我就要把你们再冷下去。